但是这个参加过后，这家长心情还很激动。现在心情激动，因为孩子是家庭的希望啊。现在就是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的这个成功，这个家庭也就是成功，这个将来这个家长也有希望，就是所以说这个心情是非常激动的。考好了呢，能上个好学校呢，到时候将来找个工作，到时候也有盼头，现在心情尽管激动，不敢表现在这个表面上，因为家长这个过于急躁的话，对孩子是没有好处的。孩子现在来讲，即使一个宽松的环境，一个乐观的环境、喜悦的环境，能够让孩子这个轻轻松松的、充满新鲜的考大学，就现在创造这样一个环境吧。你对孩子最大的希望是什么？希望就是能够轻松的进考场，能够在考场当中正常发挥，考出最佳的成绩。碰到容易题，别丢分；碰到难题呢，能够少丢分；能够那很难的呢，也能够多得分，就能够争取好成绩吧。我经常给这个往年小孩子讲呢，这个用这个毛泽东骑的长征是给编科顺手一段，编就是编一段。高考难，高考三天若等闲，榆树梨花腾新烂。离四地生政走你完，更喜应于外语科。高考完后尽开眼。这样吧，来鼓励孩子吧，就是把这个高考呢，看得轻松一些，能够更有信心来战胜这个高考三天，能够一种这个战斗的姿态、战士姿态，能够心胸有向往的，能够充满信心的度过这三天，能够充满一种这个激情，通过这三天，没有任何的这个思想上的负担，这个充满信心、充满乐观、勇敢的战胜这三天。